是10月29号，星期四，距离开拍倒数4天。我是李怡慧，我是刘世文，不是，我是欧诗伟，我是刘世文，我是罗成文，我是田明，我是马慧妍，我是陈奕凯，我是钟爱，我是金马电影学院造型大王。今天的进度是第一个对白本已经出来了，但是主演们继续吵架，需要再大幅度的调整剧本。我们跟演员有新的一次对谈。庄哥来，但是他还是觉得这个故事稍微平一点，希望还可以继续改进。今天是第一次的定妆，今天我们测了器材，下午跟谭哥聊了一下，谭哥是很厉害的灯光师，他跟我们讲了一些他说是打屁的内容，但是其实收获很多。被谭哥开示了一番。对谁印象最深的一句话，我一件事。哦，我记得今天晚餐好像比较晚吃。汉江老师说的冲突不是冲突，而是拉扯。怡慧他一直讲错别人的名字，分别是思维跟犹豫。我忘了他的名字。怡慧一直讲错思维跟自文。思文。正面的话，我知道。怡慧一直讲错。跟陈文聊到说，幽魂之境后面的情节，你觉得那个是在拍状态还是拍情绪？前宁跟世文大睡过头，还有我得到了影展的专刊跟我的工作证。乐咖今天加我脸书好友了，我超级兴奋。我今天定妆的时候，大佩说他像木村拓哉。汉强老师说我的语气让人听起来觉得我很严肃。What？ 今天来学院的路上，我就是洗了衣服，然后剪了头发。日常生活中的灵感来源，我会思考说，在大家都认定的真相里面，是不是存在某种漏洞？就洗澡跟上厕所的时候吧。我生活很无聊了，然后就是看电影、看纪录片、看别人的生活这样。来自眼睛，看到的一切都是灵感。我看到的跟我听到的，观察路人在干嘛，跟看电影。像这一次要，因为有那个中年爸爸的角色，就一直看路上中年人在穿什么。是我跟我身边的人的人际关系的 dynamic， 就是我的灵感来源。我平常就是想灵感，就是会有灵感的状况是开车，但因为我在台湾都没有开车，所以没有灵感。做白日梦。有什么跟学院不相干却很在意的事？我家附近的地上有很多槟榔渣，然后以前我刚搬来永和的时候都以为那是肉松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地上有这么多肉松。今天反正我以前上片了，这是一个有没有演的古装剧啊？我们那天下雨，刮风下雨在拍这场戏，蛮危险的。我的袜子快要没了，好像洗衣服哦，可是都没有时间。我都没时间看股票。等一下回家要喂猫，因为学院是两个人睡在一起，我很需要独处的空间。我有在大学教课，但是一直没办法在学院的同时网络教课。就是《鬼灭之刃》明天就要上映了，但我不能去看，我要去看《午夜场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哪时候才有时间去剪头发？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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